你要打、哦？喂？是怎样？为什么没声音呢、啊？啊，你是要打、哦？打小鱼、到底有没有要打啦？前面不是你，又没有上去，不是？为什么你每次都要一直重复问一样的问题？因为你没回答我的问题，你脑子、不是啊，没有要打在这里干嘛？你要开台吗？你不是在开台吗？啊？啊，我可以 host 过去啊。干嘛？你不想开啊？没有啊。啊，你昨天不是说你想开？我就想说等你晚上要打的时候。我什么话都没说。明明就有说。我要开也是可以开啊。那你开啊。你不开啊？啊你开啊！不开哦。你到底是被杀死？好啦。怎样啊？现在看来跟那个过年那个红包一样，丢来丢去的。收一下了，啊，不好啦！哎，收一下了，不好啦！哎，收一下了，哎呦，啊哦，哎，很难沟通呢。啊，不是啊，我觉得大家比较喜欢看你的操作啊，看我的又要写，那个臭臭的。谁选你？又是你啦！再说你不会帮忙讲话吗？哎呀，队友没有一个像人的，哇，我在跟你装台是不是？很会记仇嘛。你先跟我说你今天被敲了多少钱吗、啊、他是跟你讲怎样你要没付我他跟我说约下次他是跟你说你要压轴病了是不是啊那个雷射要多少钱你猜看五万你猜对了真假的五万一区五万嘛分四区啊所以大概要二十万一区三万一区三万所以你弄好大概要十五万左右对干神经病这么贵哦、喔、他每次会推荐一个十几万的人给客人也太狠了吧但他是知道你很有钱吗？你去跟雷赫萨换呐！哦，现在排进来态度就这么差、啊，我就跟你说，他就知道你是谁没？谁啦？那个医生就知道你是谁啊？屁的，医生明显看起来不知道我是谁，但我怀疑那个护士有可能不知道，因为他问我是干嘛。你是干嘛的？你是诈骗的。你遇到的是我姐姐，她跟我说今天有个盘子很好骗。确实啊，这些小钱对你来讲确实是不痛不痒。什么小钱？很贵，白痴哦、喔啊！这个二讲话了，你没看到？我帮我念给你听。今天我生日，遇到恩人了，是我最棒的生日礼物。罗杰，你别雷我。这个二，带个启蒙法师。他愿意再收那个玄坦，很伟大哎、欸。啊，这真娜都被 A 兵是怎样 ？Oh my god！ 为什么又有玩这种奇奇怪怪辅助的人呢、啊？啊，害我今天原本那个心情不错，我就洗回来，想说，哎，健健康康的，没什么事，好啊。挂号被缴完，继续看出来啊，感觉这个听完的故事讲完，整个人不是很开心呐、啊。Oh my god！不要再选一些废角了，好不好？我真的不想抬斧，还要编自己队友的角色，真的很痛苦。这个阿友，你们在这里？干、好可惜哦，放凉没打。哇靠，好强哦，放凉。哇，被秀爆了。阿仁先杀两个，罗杰先死两次，敢还有开这种盘的。Roger die， 别着急，我建议是打有厄尔的团战。不急。哎、欸，厄尔竟然来了！哇，有了，好猛哦！喇叭战尬山羊，干有哎、欸，这二竟然来打团呢、欸，好猛哦！可以，这个有点意思。哎，怎么没卷啊？第一时间不卷的啦，被吹了好不好？被吹了啦！到底什么废角啊！天哪！
六了。还行吧，你看起来还行啊，还行，还行啊，小发育，就是玩的很痛苦而已。哇，这把感觉跟打团吧，就是很痛苦而已。你说能打出优势，打不出来啊？打不出优势啊，他选择废角要怎么打出优势了？二 TP 下路。哦，就是勉强。好猛啊！好猛！这就是最强的伺服器台服吗？天庭玄坦，这人有病吗？他有杀到，他有单杀那个剑魔呢？蛮娘尬的，来了吗？哇塞！哎，我有，看他蛮秀的，尬的有凶哎，三爷好，他闪撞是不是？好快哦！他怎么撞？又没杀到，哎，比较糟啊！哎，我们好低调路线的感觉。好消息，好消息，现在在聊天室打我七岁指定送。放屁！放屁！哎，剑魔砍他也太痛了吧！这边这个位置。有机会，这个位置有机会。有了，路线没走。哎呦，还有痛。听到，被他风吹走了。好，怎么被珍娜的风吹死了？哎，我去，三羊也太凶了吧！你说艾克好？没有，那三羊啊，直接顶进去。谢谢天母田真谷。现在在聊天室喷罗解狗，今生指定送熊哥哥台的永 ban。嗯，现在的话有可能，他现在是有空的。那你要开了吗？要处理的。没有，我不要去死人台，哎、欸，死了！哥哥，那里不行，那里很脏。冷静，说我到底哪里脏？到底是谁说我脏的了？哦，土豆呢？哦，土豆。不是，